干嘛？我按到了。对呀，我可以让人的变超强。那不然是百光红？对呀。不好意思，你的身份，我的身份也要被暴露。好吧，好吧。明天我知道了，我是身份。要给他行车片，因为我常拍啊，捷运啊、铁路、公车、高铁的，都是专门拍。那捷运就只有黑黑一片的，看你显示器。跟他差不多，怎么可能会？像我 YouTube 都拍 YouTube 频道，百多订阅都是这些帮忙的。那种维生素，然后来这样也是。还有没？绿巴今天开到这里，因为公车坏掉。